香港幾分鐘，咁又去咗醫院復診，佢又睇下幾多人排隊攞藥。呢度冰山一角，其實我已經嚟咗兩個鐘，而家仲喺度排緊。你話將啲錢拎去做咩話？明日大嶼，跟住搞海洋公園，搞掂。而家呢班老友幾好過啦？你可以睇下啊，頭先幾大陣容啊，而家就係走剩呢啲，但係都唔知幾時，因為咁嘅醫療系統，香港人長命，你問我點解？可能就係等啦。啊，香港人嘅時間唔值錢，所以等，係嘛？一出世開始等，啊，而去到幾十歲嘅時候就係喺度等。卒之睇完，而家排隊等攞藥。唯一嘅好消息咧，就係糖尿咧由7.8跌到7，唯一一個叫做好消息。但係如果香港咁嘅醫療服務再落去，究竟可以點樣行？你睇到啲人喺度等，個個等幾粒鐘，亦都見到啲醫護人員好似好無奈咁，但係情願攞錢去國安公署80億，情願海洋公園又追加幾多錢，跟住明日大爺要俾6000多億，但係香港你睇而家依然係仲講投票講選舉，呢、這個真係我真係唔識答。